在这富春城里，谁不知道我们许家小姐做点心的手艺？欢迎大家多多品尝，大家随便看随便选啊！不用尝了，全包了。出手豪迈，姿势又帅，这一看就是我未来的大客户啊！往往一段浪漫的爱情就是从好奇开始的。我可是会武功的，我不是让你熬吗？